怎么插队啊？新来的，不知道我是谁。马云来了都得排队，没素质。行，我记住你了。他是公司主管，特别记仇，你以后啊，估计没好日子过了。点咖啡吗？茶。公司规定，新员工要请老员工喝下午茶。公司什么时候有这种规定啊？我是主管，我说了算。点好了，买单吧，记得亲自送到我办公室。主管，您的咖啡。接待一下会议室的客户，现在。这个项目不是我跟进的，我一点都不了解。你的意思是你的能力做不到和客户对接，配不上这个岗位喽？这不是明摆着赶紧走吗？这是项目资料，但还没整理过。够了，请你喝奶茶。等一下，那个客户出了名的难搞，你客户肯定发脾气。我有办法。理由开除我了吧？那这个月客户都交给你了。怎么，这就受不了了？我的名字忘了告诉你，我爸是公司老板。你是主动签字呢，还是我们以后慢慢玩？第一次和男生约会要带什么？喂，亲爱的，菜都上好了，你还没到啊？我马上到了。我告别南半球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你没事吧？我带了烫伤膏。你出门还带烫伤膏啊？你等等，我找找。找到了。给你喝这个。那你还准备了这个，真贴心。那我们走吧，电影快开始了。我去个厕所，你在外面等我。亲爱的，我来了。你还换了套衣服啊？我怕火锅味道太大了，就带了身新的。可是你这包跟包不搭是吧？走吧。说是不是谈恋爱了？这项链是哪来的？我男朋友送的，这些都是他送的。他还说过两天要带我见家长呢。甜言蜜语，糖衣炮弹，一看就是老手，骗的就是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小姑娘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又丑又邋遢试试。他说过，不管我什么样他都喜欢。哼，打个赌，如果我输了，我给我评论里的粉丝一人介绍一个对象。鞋，阿乐，艾米，你怎么？我怕你等急了就没化妆。哦，这样。哼。艾米。这是我最好的闺蜜三七，她也是跆拳高手。你们先玩，我去补个妆。来一局，最后一球，这局你输定了。哼，那这球算谁的？平局。和艾米在一起有什么意思？你这么优秀，应该和你势均力敌的人在一起。她又土又丑，哪配得上你？你看看我，还是你喜欢偷偷的，我也可以。不，我喜欢光明正大的，所以你刚说的我都录下来。亏艾米还把你当成最好的闺蜜。我告诉你，我喜欢的是她这个人，不是她的外在。就算她三天不洗头不洗澡，素面朝天，邋里邋遢的站在我面前，我也照样心动。阿洛，听说这是男士一生只能定制一枚的第二钻戒，代表了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的决心。那以后谁要是送我这个，我就嫁给他。无论是什么样的你，都足以让我心动。这枚第二钻戒绑定了我的身份证，一生只能定制一枚。你就是我这辈子最笃定的选择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快去啊！答应了，还不快给我戴上！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无缘又无缘，记得给你的粉丝找对象哦。马六迟到了，我是三七，拥有让时间暂停一分钟的能力。多亏了这个能力，让我遇到了男神。谢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丽华哥，我叫雷锋。大家好，我是总公司调来的技术主管。是他，这次一定要有一个好印象。你好。你比昨天有气色多了。什么昨天？雷锋，本来想请你吃饭，但你跑太快了，这是谢礼。谢谢。厉主管他爸可是董事长，你一个小职员根本不在一个阶层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艾丽，给你带了我亲手做。不要去啊！三七，我爸出事，公司需要我。那不是再也见不到他了？停！你要是个普通家庭就好了。要是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宁愿不要这个能力，把它分给所有的粉丝。艾丽，你这么。
就亲一下不过分吧。再见啦。你不是你说的吗？要是能在一起，能力就分为粉丝了。